屏东的湿土牡丹根满周最低温降到21度，高温是来到了28度，留意短暂的雨势。太武莱根全日最低温19度，高温28度。三地门雾台跟马家最低温降到17度，高温28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2度，而高温26度。嘉义达里山温度是落在11到25度之间。南投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0度，高温25度，日夜间的温差大。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12到24度之间，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8度，地点是在南庄，而高温24度。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降到14度，地点是在坚实，而高温25度。北部地区来跟复兴最低温18度，高温24度。宜兰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温16度，高温25度，注意短暂的雨势。花莲的部分行程，花莲市跟吉安最低温23度，高温26度，降雨机会最高有90%。秀林跟万荣最低温16度，高温26度，注意短暂雨势。寿丰跟丰滨最低温21度，高温28度。凤林、光复跟瑞水最低温22度，高温26度，同样注意降雨的现象。花莲南区的部分最低温降到10度，地点是在卓溪，而高温26度。台东的海岸线最低温23度，地点是在成功跟东河，高温27度。纵谷地区最低温降到16度，地点是在海端，而高温26度。鹿野、台东市跟卑南最低温21度，高温28度，注意短暂雨势。南回地区最低温降到19度，地点是在金峰，而高温28度。亚美达屋主人的兰屿温度是落在24到28度之间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跟澎湖最低温降到24度，高温27度。